将 USB 插入雷雕机。雷射头与木板的距离9毫米。透过机身旁的按键操作，透过面板的方向键定位雷射头位置。完成后记得按下定位键，读取并复制 USB 文件。一、档名不能使用中文。二、档名不能与雷雕机内的相同。载入刚才复制到雷雕机的档案，在雷雕机中也可以调整相关参数。按下左边框测试雷切范围，开箱咯。测试组装雷切盒。